男子在大马路上狂奔，跑得好卖力，再不跑就跑不掉了。原来后头一名民警穷追不舍，两人当街跑百米。不敌年轻警力，这名男子被民警压制在地，表情痛苦，还想挣扎。把时间倒回14号下午4点多，这名阳性男子跟另一名友人都是通缉犯，当时骑车行经新北市三重的正义北路，却碰上民警盘查，两人神色慌张，直觉反应先跑再说。见到两名行迹可疑民众骑乘重机车，杨敏和刘敏趁警方不注意分开逃跑。两名通缉犯兵分两路，没有被逮的刘姓男子落跑成功，还得意的跑回桃园住处找女友炫耀。没想到杨姓友人早已向警方供出住处，而警方在4小时内上门逮人，还发现屋内两名女子，一名是通缉犯，一名是毒贩，当场一网打尽。事后刘姓通缉犯还气愤的说，朋友实在靠不住，一行人躲了这么久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得一同进警局。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。